是飘零。我在老家读过书，上我去过县城，我就想看一眼上海长么子样。我就是害怕，我怕我死掉了，死掉了什么都没有。进来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一个人一个名，家里派位早就立好了。是个什么？凭良心的话，丈夫徐国是为情死。